测到异常数值，检测到异常数值，检测到异常数值，检测到异常数值。绝不能让他们继续蔓延。关于这次复活的人选，大家还有异议吗？我希望你能考虑到这个选择的风险，智慧审视。放心，我们已经封印了那个人的记忆和目前尚且会造成威胁的原力技能，让其成为我碍事的家伙，都给我滚开！这是我们雷氏海盗团的猎物。恶党也会认真完成大。收起你那副讨。要在这里决斗。格瑞，看来要讲道理。那么。这里是我的主场，肆虐天地吧！现在斩得断，冰火剑，冷热流。什么渣渣怪？下一次。这么热闹的场面，想坐收渔翁？你终于醒了，剑心。没错，你就是这次。哎，别愣着了，先来挑选一下外观，形象管理可是很重要的。现在的样子还有些不适应吧？喂喂，搞了什么奇怪？哎，算了算了，对了，剑袭天使还没有自己的荣誉封号呢，你就先给自己取一个代号吧。大厅了，看，凹凸大赛的参赛者们，为了尽快消灭那，接下来，所以，你可别小看他们。但是其余规则参赛者们都毕竟拜托，那么自由丛林从这里看。什么声音啊？怎么回事？这怪啊！参赛者金，目前积分排名矢量，没办法。喂，小鬼，这是原在战场中，我们通过白色格子是移动格，点击后进行移动，让我们尝试一下吧。绿色格子是防御格，红色格子是普攻格，点击后向敌方单位攻击，让我们试试看。紫色格子是专属技能格，金的专属技能是攻击一个方向上的多个敌方单位，试试吧。恭喜参赛者！哇，我一只小野，等等，积分赛役第一次出远门吧？虽然不知道黑花，没错，这刚刚那
自由丛林。原来打败好像我找到手感了，我们啊喂，哎等等，是啊，的确，看来这个，啊，是铁甲兽，刚刚辛苦你们了，铁甲兽，停下来，怎么回事？为了帮助大家更好地进行战斗，我会在赛场中投放一些补给宝箱，点击后拾起。